来看到总统蔡英文立好南下来到咱中华山西参访台湾优格饼干学院，伫咧总经理的陪同之下，亲自体验到观光工厂的魅力。蔡英总统对无对外贩卖即个军用正比烤牛特别有兴趣哦，讲一直讲哦，若是有机会，想要食看卖即个军用烤牛的气味。山西乡的台湾优格饼干学院，在2017年通过工业局创意生活事业评选，而且在去年获选为优良观光工厂，平均每年吸引近100万人次参观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安排参访行程，亲自到魔法学院体验观光工厂的体验。大家注意啊，各位家，哎，大家注意啊，哈，主要就是把咱这个产业挂。专业爱文化哈，然后在游客跟学生这样。我最喜欢你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台湾的 logo 就是那个版，这款是外的。哎，是是是，哎呀。总统除了在客制化饼干模型顶端签名以外，在吴瑞奇总经理的陪同之下，进一步了解产品制作过程跟企业文化。蔬菜饼干哈，蔬菜饼干，咱起码就是讲，当伊高丽菜哪一个过剩的园哈，生产的园，它就该收获干燥以后，它再慢慢做成饼干，销往全世界。哎，所以这个咱自己一起在做的这个产品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？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因为你们现在都没当兵呢、啊。我也没吃过。常常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饼干啊，这个是元气饮料，对，这个是肉干啊，这是肉干，这饼干也可以，肉干饼干元气，而且很多选择性，不同口味，对对。国军吃的，要给国军吃的很好哦。这个是野战的时候吃的啊，应该的，这应该的。小英总统在魔法福利社看到无对外贩售的军用正比烤牛，特别有兴趣，讲后届有机会也想要食看卖。参访过程结束了后，总统对于业者结合地方农业甲文化，发展在地品牌表示肯定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山西采访报道。